弟弟，加油啊！啊，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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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哥，哥，咱不算了行不行？我这没有一炮，我能跟得上炮啊？马上就到了，对，走吧，走吧。歇一下吧。哎，速速感悟吧。休息一下吧。速速感悟。不是，我说歇会儿，你听不见你啊？啊？不，哥，你说咱俩去趟齐国送完信，咱就回老老实实回家就得了呗。你看你道上骗买一些东西，还得让我扛着，走了300多公里了，也不说过来换换我。你不丧良心吗？我是不是说给你租匹马，是你自己不要的呀？不是，哥，你是租了匹马，完事你骑在马上面，让我跟着马后丁跑。我是看你身体单薄，想让你锻炼锻炼身体吗？我说哥，我真不用锻炼。你说你买这些东西，你都不用说，别人就看这个呢，整了个苹果，半个夜蒙个被窝啃成这样，说回去能卖个大价钱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你看我说啊，你就一点都不懂，就我们干代购的，就这个拿回去。一定卖个好价钱。哥，来，这些东西啊我给你放着了哈，然后啊你自己卖价钱，我先自己回去。哎，回去嘚瑟，要么我说你小年轻太莽撞。弟弟，看这是什么呢？是吧？不瞒你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些货我都已经卖了，定金我都收了。就你这破烂还能卖出去？还有人要交定金？哥哥，我刚逗你玩，你可能听不出来吧？你听出来呀？是你平时不挺大方的？我哥哥，你给我你，哎呀，哥哥，难道说你真的想要独吞？长进啊！你干什么啊？啊！我先不说别的，你舞蹈有没有长进？我问你，我的东西是不是让你给摔飞了？刚才我已经啊，哥，这事儿不赖我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我小时候学跳舞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说，结尾那个动作啊，一定要亮相，一定要帅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摔我的东西啊！我不管了，赶紧给我找回来，快去！我现在去啊，我去，我去。谁呀？哎呀妈呀，小朋友，你这是拾金不昧吗？哎，你是哪个姿势的？回头我要来现场给你盖两朵小红花啊！哎，弟弟，弟弟，救我们，救我呀！咱俩是遇上野人了啊！哎，是吧？刚才不是我摔你，是他来，你看他。哦，哥，我好像看明白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这个长得像女的这个野人啊，好像对我有点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可没臭不要脸，自作多情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看不出来就对，你等倒霉吧你。媳妇儿，你看我给你拿什么回来？我这样我都不给你整，太有眼力了。我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浓眉大眼带着男神。我哥，你要说你长得跟野人刮点像，这玩意儿我就信了。你快点，你哪里长得像男神呢？帅呀、啊！你看，让大家看，脸上一堆巨马泡，哪有个帅字啊？你别看，你站一边去。
那个这个姊妹啊，我没有别的特长，你就看我两条大长腿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邓西姐。小姑娘，哎，你就看我这两个大眼袋，你爱不爱？你别看他，你看我，看我呢？你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听不懂是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我一个，咱俩之间只能选一个，那必然选我呀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纠结，因为选择了我，一旦拥有，别无所求。太深嘛，就是深，不走寻常道，选我就对了。我喜欢你什么？我喜欢你肥而不腻，薄皮大馅十八个褶。对，你就是我的这个大宝。听说在树林里，野人和大眼袋最配吗？咳嗽痰多，痰多咳嗽，去根不复发。蓝拳和中原，眼袋永留传。